文，一早公开素颜灵修图美照，该社子萧同文脸书，记者林南谷台北报道。一电视前主播萧同文没播新闻好些年了，走在路上仍会被不少民众认出，只是有人可能忘了他曾是知名主播，脱口夸他长得娇美，令萧同文常会发生日常小确幸。萧同文一早透露女儿美宝这几天住院，他要粉丝别担心，女儿只是入院做些例行检查，要当称职的老妈子。萧同文当然会一整晚在医院陪伴，今天他也起个大早下楼帮女儿买早餐，搭电梯时碰到一位伯伯，萧同文不但冻龄有成，身材也维持很棒哦。白社自萧同文脸书，伯伯一看到萧同文当场问他，小姐请问一下，你是这里的护士吗？他不动声色回答，不是耶，我是小朋友的家长。伯伯搭腔，哦，我猜也是，你没长得这么漂亮的小姐，我看我绝对不会忘记的，我每天在这里上上下下几十次，我确定我看过你好几次。当场萧同文尴尬笑说，嗯，可能是在别的地方看过吧。没想到伯伯坚决说，不太可能啊，我整天都在工作，很少去别的地方。伯伯说完话，电梯门也开了，萧同文离去前开心告诉伯伯，卑卑谢谢你，我今天会开心一整天。萧同文随后在脸书 PO 上一张浑然天成的素颜灵修图照，以示负责，然后骄傲地说，姜是老的辣。